什么？打鬼？打啥鬼啊？哎呀，我说你烦不烦？跟着看看不就知道了。第三遍，铜锣一响，炮声雷。哎，你个狗日啊！你没有全体就不活了啊？那白爷都逼上门了，你把爹这老脸都给丢尽了你啊！你好活了？你爹可是要死了，爹。一会儿我去跟白爷说理去。你说个屁理，你抢了人家的亲，你还有啥理呀？你马大舅，你早吃够了吧？你说句话呀。你为了自己喜欢的女子去抢亲是条汉子，可是你跪在地下又哭又叫又喊又闹的是个啥？软蛋。喂，点麻雷子叫人。你要是想做一个软蛋，你现在就出去给白文华跪下，就说你做了好事，把翠翠给人家送回去。你要是想做一条汉子，你就跟白文华说，翠翠已经让你给睡了，告诉他再三遍，谁有本事谁就睡自己喜爱的女子。诸位，这干了恶事的人，是不是耳朵都背啊？快，再点麻雷子，再点麻雷子。兄弟，这大土生号把白爷惹去了。他要惹了白爷了，那倒简单了。舅舅，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娃他舅，看在你死去姐姐的份上，这事儿你一定得去呀。个狗日的，干了缺德事儿还敢跟我白爷摆谱。快，三点麻雷子，三点麻雷子，响声过后再不见人，咱们就摘了他的牌子。摘。大声点，你白爷我耳背。白爷，我们东家说了，娃子叫吴县城，一会儿出来和你说话。吴县城是不是就是县衙里边那个吴文贤啊？你回去告诉吴文贤，这喊冤的状子是人家马老汉递到我手里的，他县衙的人最好别插手我白爷的事儿，老规矩不能破，对不对？对，老规矩不能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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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你想破我的老规矩吗？白爷定的规矩都是三边老百姓拥护的规矩，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儿也不敢和老百姓走。那你就走开，你跟我对不上话。有什么话还请白爷就跟我说吧。跟你说，你谁呀？你就是这个贼娃子亲爹，你也轮不上跟我对话。你去把那个抢新娘子贼娃子给我叫出来，我跟他对话。我是他亲舅舅，亲舅舅也不好使。起来。不要欺人太甚。我白文华欺人太甚吗？不欺人。听见了，我白文华从来不欺人太甚，我只认老理。要说我欺负人的话，我也欺负那些不讲理的人，欺负那些欺负人的人。你给我让开。我要是不让开呢？乡亲们，我今天白文焕到这儿来是为了后沟村马老汉主持公道，这个吴文贤要是挡在这不让开，你们大家说该怎么办？甩膀子，甩膀子，甩膀子。听见了？听见了。那你说我要不要听大家？你可以听大家的，但是我告诉你，我是府衙之人，如果你要打了我，那你麻烦可就大了。
你们县衙欺压百姓的狗官，我打了何止一个两个？你说我白文焕是怕麻烦的人吗？嗯，好啊，来，甩膀子，甩呀，甩呀，好，外甥犯事儿，舅舅顶雷。 可是，你这个外甥要是犯了恶事儿，你这个当舅舅的为了恶事儿来出来玩仗义，那我白文焕就成全你。接着甩。 求你不能再打了，行啊，小子，出来的正是时候，再晚出来一会儿，你这个舅舅该为了你见红了。起来，起来，跟他说话，我就不信这白文焕能治了你。起来，起来吧，起来和我过话，我又不是恶人，我吃不了你。你有胆子抢亲，没有胆子和他讲理，老李家的人都让你给丢尽了，都丢尽了。 白爷，还甩吗？吃过枣吧？那枣的外头软软的，肉松松的，好吃吧？可是你别忘了，这枣核，你看它多硬啊！啊？ 两头这么尖，有的时候它也能伤人呐。哎，吴贤，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李金锁，今天我白文焕不打你不骂你，我只想跟你评评这个理。 你是个读书人，应该知书达理。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告诉我一声，你抢人家的新娘子，对不对？不对，可是我待见翠翠。你待见哪个女子，就去抢哪个女子吗？我只待见翠翠。翠翠在我家干了6年，她伺候我娘6年。我去世的娘待见她，我爹也待见她，她也待见我。都怪她爹娘糊涂，把她嫁给一个她一点也不待见的汉子，白爷。 我知道我的理说不过你的理，可是我不是恶人呐！我求求你，你成全我们俩，你去劝劝翠翠她爹娘，你成全我们俩吧！你的理儿啊，说不过我的理儿，那是因为我的理儿是大家公认的老理。翠翠和她汉子是双方爹娘定下来的奶娃子的亲，定下来的事儿就不能变，这就是老理儿啊！这世界上要是没有老理儿，那还不乱了套了吗？人是在吹吹打打的路上。 迎亲的时候，你去抢了亲。你现在也要吹吹打打的，把人家给送回去。你打搅了人家成亲的大礼，就得向人家赔礼道歉。怎么道歉呢？你到人家的院子里摆6桌酒席，当众向人家认错，并且跟人家保证，以后再也不能搅了人家日子。不行。看来你是不想听我的，非想当恶人了。那好啊。 那白爷，我今天就以恶制恶，我先摘了你大通商号的匾，然后再抢走翠翠，跟人送回家去。我就不信在3遍没有天理了。你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好，站边！站边！白爷，白爷，白爷，我娃鬼迷心窍啊，让那女娃勾去了魂儿，我替我娃回明的话，您刚才说的有什么条件？我给我娃全应了啊！别忘了，给我去抓人！走走走走走，把家伙拿上。吴大人，抓谁呀？白文焕。怕了？吴大人，这白爷哦，白文焕，咱以前也抓过，可每次抓他。
用不了一天，咱就得好酒好肉伺候着，还得陪着笑脸把人给送回去。别人怕他，我不怕他。好汉留步，好汉留步。哎呀，有话就说，留什么步啊？啊！我钱某人久闻白爷大名，没想到今天一进这三边县城，就领略了一番白爷为民仗义直言的豪气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们白爷啊，耳根子硬，听不得什么溜须拍马的话。有啥话就赶快说。哎，嗯，我想请白爷喝酒。你请我喝酒？我请白爷喝酒，自然有我的理儿。你说出个理由来。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好欺，自己也是百姓。好，下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莫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我觉着这官有用没用，这地方是不是全靠一官，那得关键看这个官说的话、办的事儿是不是在理上，老百姓认不认可。如果这个官说的话、办的事儿老百姓不认可，甚至是坑民害民，那么这个官地方上宁可不用。吴定河，金三鞭，铜锣一响，靠山来。有理扯开大步走，有冤去找白青天。白老弟，这个民谣可是在我来三边县之前就听说过了。你知道我来三边要拜见的第一个人是谁吗？谁啊？就是你这位三边白爷。白老弟，三边的百姓能为你编这样一首民谣，就说明你三边白爷就是他们心目中守着那天理长纲的活神神。我拜见你这个活神神，就是要和你一样，去为咱三边的百姓守着这天理长纲。吴大人，请。有理甩开大步走，有冤去找白晴天。白爷，我吴文贤今日有冤情在身，我堂堂朝廷一个命官，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个刁民所打，特请白爷跟我到衙府走一趟，想让你替我出出气、伸伸冤。奋报私仇，该当何罪？你是何人呢？文贤，你让他们退下。我是你今后的上司，三边县县令钱松年。小的不知钱大人在死，还望大人海涵呐。还有啊，大人，小的一时冲动，擅自动用了衙府的大印，还望大人多多体谅小人。我撕了他，就是对你最大的体谅和宽恕。我要是留着他，那他可是你违律的证据了。谢大人，谢大人。吴县城，
在我来三边之前，我就听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在大同号门前的一出戏，我是从头到尾看了个真真切切。你也是个人，是人就有弱点，就有守不住操守的时候。你挨了白老弟的打，方寸错乱之时，坐下委律用印之事，我能理解。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谢大人，坐下吧。啊，钱大人，你们聊吧，我告辞了。哦，坐坐坐，白老弟不能走。我钱某人这次微服三边上任，看来还是有收获的。在县衙之内，有你这位吴县城帮衬；县衙之外呢，有这位受百姓拥戴的三边白爷。我这今后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吴大人，今天多有得罪啊。哪里哪里，是我破了白爷的规矩，还请见谅。不是我的规矩，是百姓的规矩。咱哥老会啥时候能这么漂亮的干一把，长长咱的威风？老三，你是在骂我吗？我是在夸白爷呢。你夸白爷就是骂我这龙头老大不如白爷，没带好哥老会，让哥老会没有威风，没有名声。哎，老三是这个意思吧？大爷，清理门户。对，飞出寨门，乱棍打出去。大爷，乱棍把他打出去。行了，别说了。大爷，既然这几个爷也不容我，那我就走了。走可以，但有个条件。拉白文焕入伙。嗯，拉白文焕入伙。那我还是坐下吧。你跟我们吹了半天，你说跟他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是拜过关公爷的把兄弟啊，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几年了，你说说几年了，这么多年来你也没把他引入我们哥老会啊。你看我们二爷那把交椅空了这么多年，是一直等着他的。哦，刘大人，来来来，坐坐坐啊，坐。好，钱大人在看《史记》呀。嗯，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啊。我在想，我想坐稳三边县县令这把交椅不易。大人多虑了，您和前任县令大不一样。因为赵县令容不得白文焕，您能容得。您看啊，您这次到三边上任，上有知府大人为您撑腰，下有白文焕为您捧场，您是以喜剧开头，肯定也是以喜剧结尾呀。福台大人说的不错，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敢不敢，大人有什么话请明示。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有些是戏，有些不是戏，有些是假，可有些还是真。这真真假假，吴大人不会分辨不清吧？分辨不清，很简单。我唱给白文焕的戏是假，说给你听的戏是真。依靠白文焕是假，重用你才是真。大人，精彩之极
高明之极呀。为什么？三边现在有两大灾，嗯，一是白文焕，二是阁老会。咱们先说说阁老会，阁老会香火几百年不断，能在大人您的手上绝迹吗？所以说这阁老会之祸，祸不在您，只要您按照以往的惯例，对他们不打不杀，不逼他们狗急跳墙，他们就不会找您的麻烦。可这白文焕就不同了，有时候这好人做大了，他比恶人还要恶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他赢得了三边百姓的心，就赢得了三边的天下，无形中也就成了三边的无冕之王。大人对阁老会不打不杀，只当养了一群狗，对白文焕是又哄又骗，为你所用，只当他是一个为您跑腿的奴才。您说这三边不是您的福地是什么呢？这三边还有一大害，我也不得不提防。谁呀？你呀，你太精明啊，早晚我会成为你手里的一杆枪。大人这是在鼓励我，鞭策我呀。大人，我一定不负众望，为您把轿子抬好。吴大人，我今天让你来啊，还有一件事要问你，请讲。就是你那位为情所困的外甥，真的要吹吹打打送走那个姑娘，再摆上几大桌赔罪的酒席？大人，你今天答应和白文焕一起把翠翠送回去，您想过没有？他白文焕唱主角，您给他唱配角，给他提高声望，这事儿您就是去做，我也会拦着您。好，好，你这个轿子抬得好啊！啊，可是这个扣，你要怎么去解它呢？我让翠翠姑娘去解。好，这一步棋走得好。排山财难往后排，扎情又难往后排，扎住那情又情零零零情零零零后排，扎情又难往后排，抬起那财山往后排。我叫白爷。谁呀？找谁呀？白爷。我就是，啥事儿？哎呀，你有事儿说事儿，下跪啥呢？快起来！我就是你昨天大闹大通商号要救的人。你是翠翠？我白文焕，做事儿是为了行老礼，不用谢。起来吧。我不谢你，我替我爹我汉子谢你。哎呀，我最烦的，就烦人给我下跪了。快起来！来。你是来谢我的，你还是来讨债的？啊！我刚才已经代我爹我汉子谢过你了，我现在要求你。你啥事求我？金锁带人抢婚，错不在他，在我，是我指使他干的。你要罚就罚我，用不着让他捶捶打打、声势浩大的送我回去。也用不着摆什么谢罪的酒席，让他跟大家认罪。我自己回我婆家去，谁也不用送。就这事，全三边都知道是金锁干下抢劫这件恶事。干了恶事儿就得受罚，啊，干了恶事儿还不受罚，这老脸上能说得过去吗？你的声音大，你是青天，你是靠山，你说啥大家认啥。你说这事儿是恶事，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根底儿。你今天知道了这事儿的根底儿，你可以说它不是恶事。白爷，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你真的自己回去啊？自己回去。那好，我答应你，你起来吧。
管三边的人多么敬你爱你，可是我恨你，一辈子恨你。你这个掌柜的怎么自己抡起大锤来了？啊，远点，别打扰你。憋得慌，抡你下痛快。谁给你起手了？你呗，除了你白爷，谁敢给我起手？过来，等你有事说。啊？等你有事说，过来。啊。来说说，我怎么给你起手的？啊？你。不是，我气着我。我昨天那个刚从山上下来，啊，我们那个龙头大爷就为你入伙的事儿羞啊。是为这事儿啊？先坐。啊，你说那个，白哥，你到家里喝点水。哎呀，不喝水。这来，你看这日子过得，你我去。哎呀，行了，大宝啊，你们龙头大爷身体还好吧？那好着呢，我们龙头大爷，我们大爷又放话了，你要看不上老二的交易，他把他这个大爷的交易让给你，他给你做二爷。你们大爷怎么就咬着我不放呢？啊？哎，你招人待见呗，你有能耐呗，百姓都待见你。对吧？而且那个，能给阁老会长长威风。那你回去告诉你们大爷，要想让老百姓待见，我告诉你，少干坑害老百姓的事儿。威风不是打出来的，是干善事干出来的。对了，哥，我上山给我们大爷和几位爷讲了你带我们收拾大通商号儿子抢亲的事儿，几个爷都给你叫好呢。别人以为我干了一件收拾恶人的好事，可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啊，我觉着也未必是好事。不是我听不懂你的话。大鹏，我是依照先人们传下来的老理行事，可是有时候这老理儿咋也就不对劲儿了呢？啊，咱们就说林锁抢亲这件事吧，你说这事对不对？肯定不对。如果咱们三边的汉子都像金锁那样去抢亲，那这世道还不都乱了？但是恰恰这个叫翠翠的姑娘，人家待见刘金锁，是叫翠翠的这个姑娘让刘金锁去抢的亲。这按理说，两个相互待见的人能走到一起过日子，那该多好！可是不行啊。你想啊，这个翠翠从小定的是奶娃子的亲。这个娃娃亲呢，从小都是爹娘给做的主，这在别人眼里，看似我白文焕干了一件主持公道的事，可是呢，却坑了两个相互待见的年轻人了。不是，咱能不能，那个，不谈这个事儿了？把我们吃油当吃水了，你上次送来的那篓子油还吃了一半呢，你咋又送来了？这就送来了吗？你带人到大通商行闹事儿了？不是闹事儿，说理儿去了。你笑啥了你？笑你呗。我咋了？三边人都说你是个硬汉，我咋看你就像个小女人呢？那要么是你走眼了。到你这讨杯茶喝，你这茶好喝。我这个穷戏班子能有啥茶好喝？你羞我呢？那就是想喝呗。你打柱子呢？哎！
我那天跟你说，柱子翻墙头来敲我的门，第二天他就被人用黑布蒙着打了。挨打当天，他就跑到我这儿来下跪，说以后再也不来纠缠我了。他要是来纠缠你，那就说明他该打。你别这么看着我，不是我打的。你心里想啥我清楚。上午南街金店的东家来了。他来干什么？还是那些话，说他命不好，娶了一个只会生娃的母夜叉婆姨，还想娶我当二房，还非要送给我一个玉佩。我把他推出去了。后来呢？他把玉佩就放在窗台上走了。你去替我还给他吧。好，以后啊，他再也不会来了。你别打人，你要是再为我打人的话，以后你也别登我的门了。好，我不打他。不是，啥意思啊？这是？又有人纠缠他了？啊？谁呀？你跟兄弟说，我他妈跟他紧紧皮。哎，不不，这次不能再打了。真要再打的话，乌兰珠真的就不待见我了。咱们这次啊，换个做法。行，来，放下放下放下，过来，上成一排。咱们把这些油篓子扛进去，动静太大，对吧？大哥不想把事闹大。你想想，刘东家，刘东家，哎呦，大鹏，哎呀，又帮白爷送清油啊？啊，这么多清油，谁用得了啊？你家呀。给你送的，那个找个伙计，啊，把他们带到你家去。我没要清油啊，再说了，我就是要也要不了这么多呀，你搞错了吧？没错，就是给你送的。为啥给你送呢？一会儿我细细跟你说。啊，你还傻站着干啥呀？你赶快找伙计给他们带到你家去啊！给你送油还不要啊？我饿了。一会儿到长源酒楼找我，啊，我请你喝酒。大宝，就是天塌下来也得吃饭，来呀，动筷子。三爷，十几万两的货被劫了。你还，我吃不下。三爷，弟兄们都吃过了。三爷，丢了镖，大家没脸吃饭。回去咋跟老东家交代啊？不用你们交代，我跟我爹交代。那个，这个你认识吧？啊？这个玉佩值不少银子吧？你说你咋一随手就扔给送人了呢？哎。你告诉我，这个值几两银子？这个值五两银子。啊，值五两。我们白爷说了，既然你把这个玉佩已经给人了，如果你要想要，就得花钱买回去，啊，否则我就到你的府上。送给你老婆，别啊！我买回来。你可别骂我们白爷不讲理，说我们白爷以势欺人呢。你这五两银子我们不白要你的，我送给你的几篓子清油，你都收下了。虽然不值这五两银子，可是我们也不能白忙啊，对不对？我们白爷说了，像你这个。把一个铜钱掰成八个花的抠门货，
特费几个钱，也好长长记性。白爷讲理，白爷讲理呀。啥时候啊，你再想给吴兰珠送东西，你提早告诉我一声啊。我跟你说，我好让白爷把情油准备好，咱还这么交易。不敢了，不敢了。奶奶的，我看谁还敢再碰白爷的女人。啊，请转告白爷，以后啊，我再也不敢了。三爷，为啥篮子不让保管？哎，三边这地界向来没劫匪啊。这西口老道我们走了多少年了，属三边这地界太平，今天能冒出这么一帮人来，那这帮人小，如果我分析思考加判断没错的话，肯定是陕北哥老会的人干的。要是一般的山匪，那一定是要报官的。如果是哥老会的人，咱报了官也没用。那咱那十几万两银子的货就不要了吗？要。一会儿吃了饭，你跟我去拜见个人。见谁？来了三边能见谁呀？三边白爷白文焕。你说的没错，这事儿肯定是哥老会干的。白爷，我们久闻你的大名，所以没去报官，而来找您帮忙。我们东家在山西可是出了名的大善人，本本分分经商，老老实实做人。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山西的赵家是出了名的大户，铺路修桥盖学堂，干的都是善事。我白文焕早就听说过了。赵老哥，你放心，这个忙我白文焕一定帮。那就多谢白爷相助，事成之后我一定重谢白爷。不用了，我帮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三边的名声。大人，你这是鬼撞墙了。大人，你大清早晨惊了我的好梦。哎，山西大户赵家的三公子带着十几个人住在了咱们县的客栈。哎呀，他这是来住店的，又不是来杀人的，你大惊小怪的。我暗中派人四处打听，忙了一夜，才探出一点风声。赵家要来咱们这儿开票号，是赵家十几万银子的货在三边被人劫了。这狗日的，这不是和我作对吗？我这刚刚上任就碰上这么大桩事儿，这谁干的？在三边的地界，谁有这么大的势力敢动赵家的镖？一定是哥老会干的。赵家世代经商，他的票号和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官场的势力也很大。有一年在河北沧州的地界被人劫了镖，惊动了朝廷。镖虽然被追回来了，但是河北沧州地界的十几号人的乌纱帽却被人摘了。所以我想请。行了，这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就不用细说了。你不是说忙了一晚上了吗？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办法嘛，倒是有一个。不过要委屈大人再装一次孙子，低一次头。哎呀，装十次孙子，低十次头，也比让人家摘了乌纱帽好啊。那就请大人赶紧换上官服跟我走。那你说了半天，还没说让我给谁装孙子呀？白文焕。哥老会能听他的？白文焕、葛老会和咱县府，在三边的地界就如同《三国演义》中的魏、蜀、吴。葛老会不怕咱官府，但是他怕白文焕，因为白文焕的手里握着民心。他以老理儿行三边，表面上他谁都不怕，
可实际上他是在以阁老会压咱们官府，反过来又以官府压阁老会。狗日的，那咱官府这个不敢惹，那个不敢碰，成了最弱的一方。那这《三国演义》还演个球啊？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县令，三边的县令走了多少个，您也是知道的。可是白文焕不会走，因为他的势力在这儿，他的根儿在这儿，陕北阁老会的老窝一直扎在这儿，谁也不可能把他赶出三边。所以我这个新来的县令要想保住这顶乌纱帽，就要以夷制夷，陪他们唱这出《三国演义》。